玩草缸和想爆绿藻的朋友有福了，水族放漏第三波水草叶肥4.9折，限时7天，截止10月31日24点结束。还迷糊着的鱼友往下看，这个叶肥参考的是阿德阿配方，钾肥可以促进水草快速生长，铁肥可以促进红草快速发色，浓度高，放置一段时间会有沉淀，所以用前摇一摇。用法也人性化，按压一次就是3.5毫升。对了，把综合叶肥漏了，它是日常添加，该含的都含，但没有前两种浓度高，这个草友都懂。不过对想爆绿藻但爆不出来的鱼友来说，3倍用量添加可助你一臂之力，保质期3年可以多备几瓶。别怪我在这儿邪货，毕竟限时放漏，一瓶的价格能买2瓶多，和第一波一样，库存有限，手慢则无。